在家就能做出比饭店还好吃的尖椒鸡，鸡肉放料酒、生抽、老抽、淀粉、拌匀腌制十分钟，油热倒入鸡肉滑彩，炒熟捞出，生抽、蚝油、盐、糖、豆瓣酱拌匀备用。蒜末、花椒炒香，放炒好的鸡肉、青椒，再淋入调好的料汁，翻炒均匀即可。三碗米饭都不够吃。